奏一个乐器，当你的技巧成熟之后，从手指流出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个音符，它是情感的宣泄和表达。我热爱二胡，我一直用心用情去演奏它。我是王苑。这把二胡呢，是从我4岁开始学的时候就一直陪伴着我，也是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把琴。它陪我经历了很多比赛，而且在我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的时候，也是带着它在使用的这把琴。我觉得二胡这个乐器，它的音色其实是多种多样的，有很多的变化。而且当时选择二胡这个乐器的时候，也是觉得这个乐器它比较符合我的性格，陪伴着我走了很多很快乐的岁月。我很喜欢骑马，我经常把我的二胡比作我的战马，一直陪伴着我。我还喜欢听相声，由衷的喜欢民族乐器及音乐。喜欢参加社区活动及比赛，闲暇时间穿汉服与友人品茶聊天。我是一个生性活泼的人，可是我却喜欢被称为悲伤之王的乐器。从小受家庭熏陶，从4岁开始学二胡。在国内时曾赴印度尼西亚和瑞典访问演出，并在国内多次获得个人及团体的头等奖项。后移民加拿大，参加过青年大使选拔赛，比赛中获一等奖及青年大使的殊荣。二胡对于我来讲不仅仅是一件乐器，它更是我用来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。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将中国的民乐和民族乐器带入北美，使生活在北美的人们更多的能认识并了解中国的传统乐器。